大家好，今天为大家介绍日本木工在用的刨刀。这两个是属于比较大型的刨刀，就是在你修整木头平面的时候很好用。我为大家示范一下。大家可以看到，就整体上来说，保持的蛮锋利的。如果在家里有需要木工的朋友，可以考虑看看。